我们简单点评一下本场比赛吧。嗯，我们这场是对江苏一个女超队，在他们的技战术上比我们还要强，就整体方面的打法都比我们成熟，就在心态上嘛，就没有以前那么紧张，有些在很多方面都会很多自信。来给我们简单点评一下本场比赛吧，觉得自己跟球队的表现怎么样呢？就首先我觉得我们球队刚开始打的时候有点过于想要得分，想就是有点着急，就是过于想要去得分，然后在打不开的情况下，我们因为我们第一个球取得的也比较晚嘛，然后对于自己来说，这一场比赛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的发挥可能好一点，但是就是比自己来说状态还是有起伏吧。我们进了第一个球之后，大家整个人都已经打得更活跃一点了，就是更放松一点了，因为毕竟已经进了一个球了。因为陈导接手我们队的时间比较短，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也是在尽量的去贯彻主教练的意图，但是在一些当然就是在进攻上还有防守上我们需要做得更完善，就是需要有更多的时间。我相信我们对通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可能会就是有一个新的提高。